医生刚跟我调了一个度数啊，说我以后必须得戴眼镜了，让我在楼道里走一走，看看晕不晕啊。啊，精神小伙不请自来啊，有点晕啊。Hello， B 站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帅吗？还行啊，我觉得有点萌啊，萌新啊。今天对于我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一天，因为我等于是今天跟你们一样是变成了，对了，田鸡啊，这是我的病历本。怎么说呢，健康吧是无价的啊。然后哎，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眼疾，然后少看手机，多看我啊，回家做好。Hello， 回来了啊！大夫说我这个脸型啊，配这个眼镜看起来一个字，很伟啊。那么我们一般给自己的这个外设多增加了一些以后，通常都会想胸，对了，胸嫩一点的鸡啊。今天来不及做饭了啊，所以买了这是3斤吧，反正一般都多说一点啊。鸡胸水煮的，没有酱啊。哎呦，就没有必要吐啊，我现在谁吐的我都看得很清楚啊，包括你吸气我就开始察觉到你了啊。啊，太难吃了。还可以，有一点椒盐。西兰，颜值上来点啊。什么都没有。屈臣壮士。晚饭啊，不能不吃主食，特别是对于一些姑娘们啊，所以说一般的女生都会比较喜欢粗，错了，再来一遍，粗，对了，粗一点的红薯啊。冰激凌烤红薯。没录封面呢。这好，完了完了完了。忘了。这个冰冰的特别爽啊。今天你是不是到日子了？吃不了凉的吧？有没有小伙伴跟我一样，只有一边牙吃得了凉子，对吧？
这边不行，特别有吗？举个手。嗯。嗯，我这边也行了，我刚才说谎了，忘了。如果我没有预判错的话呢，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30个 W 粉了啊啊，嗯。感谢各位吧，我鞠躬就不方便了啊，因为我一般在家里只穿袜子啊，这都是临时找的。嗯，我想想，我看看，要不然大家留留言，看看，嗯，需要我怎么样去做一个算是一个互动吧啊，嗯，如果花钱就算了啊，嗯，除了钱，我拥有满满的热情。呵呵啊，这个眼镜啊，我刚配上，戴久了眼睛还有点不舒服，摘一下，稍微。红薯在哪儿呢？这是红薯吗？嗯。